Hello， 姐妹们，有好多姐妹不知道咱家酵素果冻是干啥的。好多姐妹问我，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咱家酵素果冻呢，它就是水果蔬菜发酵出来的酵素，一盒呢是五条，79.9块呢给大家发九盒，赠三盒发九盒的啊，然后它呢就是每天一条，它是可以润肠通便的，然后就是一天一条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条，一天呢就是两三次。白天就是多喝水就可以了，吃完之后喝一杯水，白天也要多喝水，一天好几次。还有姐妹就是说觉得自己不太满意啊，想要那个啥的啊，想要掉，大家也可以就是一天两条，中午吃完饭一条，晚上睡觉之前一条，吃完之后呢都要喝一杯热水，白天也要多喝水，一般的话就是保持在2000毫升水以上就可以了啊。大家就可以，如果说一天两条还达不到咱自己想要的那个，大家就可以私信我。一般的话就是姐妹们，便秘很严重，不舒服好几天一次啥的啊，大家一天一条，多喝水就可以了。吃的时候呢，就是细嚼慢咽，嚼得越碎呢，然后它吸收越好，促进肠道蠕动，然后加快新陈代谢的啊。它的味道呢是蓝莓味的，很好吃，甜甜的。吃的时候就是睡觉之前吃就可以了。收到产品5天之内一天一条，第6天开始就一天两条就可以了。如果说咱姐妹就是便秘，一天一条就可以了啊。吃完之后呢，喝一杯这个温开水，平常白天也多喝水就可以，一天好几次真的很痛快，很舒服啊。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姐妹们，大家可以去拍一下。